欢迎来到我们的声乐课堂，基础声乐课堂。我们还是分两个步骤，一开始我们练练声，然后我们再找一首歌去唱。来，先是发声练习。我经常说，发声练习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气息的训练，气息，因为平常的气息。说话的气息和唱歌的气息是不一样的，就是说要有歌唱气息这种感觉，就是说唱歌的呼吸呢，要比平常说话的呼吸要深一些，气量也大，就是腰部那种感觉。一般情况下，在平常的呼吸是胸口这个吸得很浅，这样说话可以，唱歌不可以。唱歌的话。要吸多一些，感觉我要能把气息吸到这个下面去，就腰部有这种气环，有扩张的感觉，这股劲儿，那个劲儿得保持住啊。所以说，我们一开始都练一个这种短的那个跟这个哈里亚拉索啊，这个呀，哈里亚拉索，还得有打哈欠的感觉，还有气息吸深，然后把它找出那个腰部的劲儿，把它稍微短一点，哈里亚拉嗦，把它唱短一些，找着腰部那个劲儿，哈里亚拉嗦，哈里亚拉嗦，哈里亚拉哈里亚拉哈里亚拉嗦，找那个劲儿啊，实际上唱歌就是找到一种用力的方式。哎，跟着这个我做的音乐，大家一起唱一下。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啦哈里呀啦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啦哈里呀啦哈里呀啦嗦。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啦哈里呀啦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啦哈里呀啦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啦嗦。哈里呀啦，哈里呀啦，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啦，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嗦，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哈里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嗦。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啦，哈里呀啦，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嗦，哈里呀哈里呀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哈里呀啦嗦，哈里。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啦，哈里呀啦，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哈里呀啦，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啦嗦，哈里呀啦嗦。这个，这是。就找着有劲儿的感觉就是腰部那个劲儿，气息想短一些，然后，这是气息，第二个是打开，打开喉咙，第三个是位置，歌唱的位置要，位置是比较有两个位置的感觉，一个是往头上唱，往上哼鸣的，另一个位置是，这个稍微靠后一些，
稍微靠后一点，为什么要靠后呢？因为靠后的话能通到上面去，要靠前的话，你看啊都通不到头上，要靠后一点，往后面去吸着一点，啊，就像那呜的感觉，呜，这个啊，呜。呜的找这呜，你看呜是圆润的，靠后的，然后其他母音也找这呜的感觉。下行的时候发啊，是不是靠后的感觉上哇，不太白的出来。如果靠前的话，声音位置低，这样的话声音很刺耳。往那后面去，呜的感觉，你通到上面去啊，继续。哎，继续啊。哎，刚才唱的是第三条，那个呜和啊，是靠后，为什么要靠后？靠后的可以通到，要靠前的变成啊，靠后，啊，不一样是吧？像呜的状态，呜啊的感觉啊。啊也是呜啊，找呜的感觉，呜，哎唱，是这个状态。然后第二页我们有几个练声曲啊，最经典的就是那个哆来咪发嗦发咪来唱。一和二啊，一呀，而且的状态，记住，一也是开阔的，和啊的感觉都是开的那种感觉，一呀，就打哈欠那个状态，唱一下。第二条呢是，多母音的，有多字的啊，也是要我们训练歌唱歌，就是这个咬字一直是开的状态，不管什么字都是好像打开不动，是不是？打开都能打开，但是你保持不动，保持不动，打开以后保持不动这种状态需要练的是吧？应该咿呀都是开的啊。一朵说话，然后打开，一直打开，一朵玫瑰花。
一朵玫瑰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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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朵玫瑰花。然后跟着这个音乐唱一下，先唱到这儿啊，下去可以自己练。这个我原来都发过，可以这个音频还有这个谱子，大家没事在家的练练啊，就是打开的感觉不变。然后下面一条是顿音的练习，顿音也要经常练啊，那个感觉啊，什么叫顿音？唱短。一下一下的，那个腰部有扩张感，稍微有点咳嗽的感觉啊，然后腰部的感觉打开都有啊，这样还有利于声带的那个闭合的能力，可以练啊，避免声带的老化啊。唱一下。这个是顿音的练习很重要啊，每天的坚持练。好，最下面一条是连音的练习，还是这几个音啊，还是这几个音连在一起，腰部那个扩张的感觉一直保持住。一起唱。再唱一遍，预备，走。腰部持续给力啊，那个三个状态啊，气息的深呼吸的状态，和打哈欠的状态，和高位置的状态都得有啊。来，跟着做的伴奏来唱一下。
家的练一下。好，下面来推荐一首歌曲，觉得这首歌还是不错的，估计大家都听，应该是听过，比较熟的一首歌，叫什么呢？这歌叫什么？叫梅花泪，都听过应该是。梅花泪，听一下。听一段吧，第二段和第一段一样的。今天，这歌是不是很熟？一个，因为我感冒，嗓子不得劲儿，来唱一下啊，这个。一句一句唱一遍啊，唱一遍谱子，唱一遍歌词哈。拉米，来，拉米，哆西拉嗦咪嗦拉拉嗦拉西拉。西上面有个薄音，可以唱成嗦拉西哆西拉，嗦拉西拉。然后唱歌词呢是。那日君一别啊呀，今有雪花飞。花的抖一下，雪花飞。那我们是把它放慢了唱。那日君一别啊，今有雪花飞。下一句。瑞拉瑞拉哆瑞咪嗦拉瑞瑞咪发咪声发，不要唱瑞咪发咪瑞咪发咪声发啊，声发这也是个薄音啊。思念你的歌醉了那枝梅。那枝梅，稍微抖动一下，然后下一句白雪的一句，拉咪哆西拉嗦咪嗦拉拉嗦哆咪咪来，白雪飘红泪。
滴滴含香为谁醉？记得我们是放慢唱的啊。下面一句，第四句。瑞拉哆瑞咪嗦咪嗦瑞瑞咪嗦拉西拉嗦拉西，这个是最低的音。什么叫低音呢？唱粗了叫低音，粗的声音叫低音，很细的声音叫高音。啊，这个红颜，红颜拂流水，片片花骨也成堆。从头唱到这个地方，从开始啊，从那个，总共是四句，总共是四句。四句啊，这个写这个从这个音乐上来说，这个这四句写的非常规范，起承转合。第一句和第三句有点像，第二句和第四句开头是像。来，那来唱一下。那日居边阿基亚雪花飞，思念你的歌醉了那枝梅，白雪飘红泪，你的含笑为谁醉？红颜拂流水，片片花骨也成堆。然后进入歌曲的高潮部分，高潮部分。谁说梅花这个啊？这个高潮部分，啊，也是一次唱一句。拉咪咪瑞咪瑞拉哆哆西拉嗦咪嗦拉，这个嗦还是要有个活度。嗦咪嗦嗦拉嗦咪嗦，拉咪咪瑞咪瑞拉哆西拉嗦拉咪嗦拉。歌词是：谁说梅花梅？下面啦瑞瑞啦哆西啦嗦啦嗦瑞瑞咪发咪瑞咪发咪啊，那只是冰雪还未寒透梅花蕊，也是四句四句的。然后这然后第一句和第三句，哎，它是开头是一样的。拉咪咪瑞咪瑞拉哆拉瑞，谁说梅花没有泪？这一句。然后呢，下面是。嗦嗦啦嗦咪瑞哆瑞咪嗦咪嗦啦西啦，老师有个抖动，西哆西啦，国音嘛。只因等你几度寒来望重归，这是这四句，然后有个反复。反复是我从头唱，是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，只是有一个结束句，有个结束句，最后有个结束句，看一下结束句。我那个望春归结束句是梦一回，结束句共饮花前不忘此生梦。哎，这个叫延长号，一个弧线，有个下面一个带点，这个叫延长记号。梦
阴魂，肯定歌谱上阴魂阴魂，在录音上是走啦啦梦阴魂，是这样。哎，这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听原唱，实际上怎么学歌啊？主要是跟唱，跟原唱，多听，跟着唱啊，跟着唱唱。
郭老师为什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？郭老师，郭老师听不到你的声音。他一个人在玩了。他，我看他是在唱的，还有为什么没有声音了？听不到。刚才我说话可能是大家没听见，这个发现那麦这个地方关着。刚才我说的意思是要把唱的时候气息准备好，你可以，它本来是两小节换气，就一句嘛，一句一长句。那日句一别啊，既有雪花飞。如果你觉得气息没这么长的话，可以在中间比较长的一点换气。那日句一别啊，既有雪花飞。把比较长的音地方换气的话，很从容。你要是在啊，在这十六分音符后面一换气就断，你基本上换不了，一换的话就断。那日句一别啊，既有不舒服，也是下面一句思念你的歌，这个歌后面可以换气，歌是长音。歌醉了那枝梅，换气，白雪飘红泪，滴滴寒香为谁醉？哎，这个泪后面换气，然后呢，醉换气，红颜拂流水，偏偏水的后面换。红颜拂流水，偏偏花骨也成灰。好的高音啊，谁说梅花花米撒，有个薄音，记着这个薄音的唱法。哎，现在我们唱的比较慢，它速度是谁说梅花没有泪，这样。然后下面还是这样，只是冰雪还未寒透，梅花蕊，花蕊。好，现在来再跟着原唱唱啊。
现在跟着伴奏唱一下试试，跟着伴奏。伴奏，记得，这个节奏，这首歌的节奏和那个小的薄音，这里面很常见的这个薄音啊 ，so re 这个，这叫薄音。美发瑞是吧，然后那个美悠悠叫薄音，跟伴奏唱。比较上口的，比较好，觉得还是比较悠扬的一首歌曲。
我这儿没法跟着唱，因为我电脑是静音的，我听到的声音是从网络上传过来的，耳机的声音是不同步的。嗯，这个，前几句，前面几句，哎，我这一次我弹着琴唱一遍，把前面几句啊，试试，弹着琴看大家能听见没？钢琴的声音，能听见。郭老师。你把片片花骨也成堆唱一遍，他听不见。那日的银花，那日君花轿雪花飞，思念一个醉了的痴妹。白雪飘红梅，滴滴寒香水水间。红颜似流水，滴滴花骨成堆。高潮部分。谁说一二？谁说梅花？只是冰雪还未寒透梅花蕊，谁说梅花没有泪，只因冬日几度寒冷我终归。这是今天我安排的一点东西啊，第一课程就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了啊，回头可以再